大家好，我是朱哥。上一次呢，帮你试了这一台的首排的 MX5 139.8万的 Red Top 版本。但今天这一集要实际告诉你的是呢，真的跑车人生，敞篷小跑车的生活，真的适合呢在台北市区平常代步吗？首先第一个是呢，坐进来，刚刚你会看到哦，这个开门。我的坐高真的是超低的，你知道吗？好，凭我这个中年男子有一个小肚腩之后呢，坐进来实在是有点困难。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敞篷小跑车呢，必须要稍微熟悉一下。起步很轻盈啊，而且呢，一档二档它中间的齿比刚刚好。如果你在市区代步的话呢，三档就可以一路让你们慢慢开、慢慢开、慢慢缓行，把它当成一个类自排车。再是这台车的它不到五米的身长，而且呢，其实它回转半径比我想象中的来得还要来得小，你知道吗？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感觉，很好代步，很好回转。方向盘、排挡杆，还有你的椅背、椅面，带给你的整个那种震动感的感觉呢，的确不像是你熟悉开的那种休旅车，或是那种高级房车的感觉。一般市区代步，它的路面的碎震的处理的确就没有那么的好了。也就是说呢，路上只要是经过像是一个人字孔啊，还是经过标线，甚至连那个跳动的路面标线，你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经过一个小坑洞。一句话，买这个 MX5 呢，买手牌没有问题，代步手牌没有问题，因为手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开，离合器又轻，而且这个排档感觉又直接，而且呢排档杆呢，它也不会很有那种卡卡的感觉。虽然我觉得比起的本田的它的那种像机关枪似的那种哐哐哐哐那种非常爽快非常爽朗的排档感觉，我觉得马自达比起呢动打它的手排变速箱的换挡手感的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哦，几个点，第一个，它的避震器的处理坑洞的感觉虽然说碎震难免，但我觉得还蛮舒服。第二个，它的换挡离合器以及呢它的排档的手感，其实一般市区代步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把车呢开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在经过这个高速公路的大型的这种匝道弯道的时候，哎，真的，它让超过0.3G 以上的那个新增的 KPC 的车身平衡控制系统，还真的让它的整个侧倾好了非常多。当然今天的重点是市区代步，其中还有包含的快速道路以及高速公路嘛。现在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呢，首先定速在6档100公里呢，它的转速大概是控制在2500转左右。再来是它高速公路上面呢，的确有敞篷车，它的开始那种底盘的共振声，以及呢敞篷上面传来的风切声，当然就比一般的车子来的稍微明显。但是呢，还不至于在不舒服。根据我这样听呢，刚刚也有实测哦，大概高速公路上面的噪音呢，比起一般的房车或是休旅车呢，高了大概10分贝左右。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呢要开它南来北往哦，开到台北、台中哦，长途的高速公路的话呢，不至于不适。但是呢，它的六档时速100是2500转，那油耗会稍微多一点。再来是呢，这个底盘的那种喔，以及呢路面传递上来那个，你知道高速公路上面有些路面的比较明显的那种小石头的碎震，的确这个声音会让你在长途开车的时候呢稍微比较恼人。接下来呢要体验一下，当然 MX5 最大的魅力就是开篷呛油，所以这车呢一秒钟，而且可以单手这样子，车子还在行进间嘛，单手直接透过风压，直接这样一压，马上就可以马上开篷了。而且这开篷之后的感觉呢，哇，我觉得这就是 MX5 最棒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时候呢在郊外，或者是呢在都市里面开篷开车的话呢，如果担心两边的风切太大，我可以把这个窗户呢给稍微关起来之后呢，加上后面这个回风网，其实呢，这个开起来感受呢，还真的没有那种传统那种敞篷车后面旁边不断有风袭击你的脸、袭击你的头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新世代的敞篷车真的是呢，已经把你平常时候代步以及舒适度全部呢都把它考虑进去了。但是如果要感受整台敞篷车呢，最棒的地方就是呢，两边窗户把它放下来，后面这个小小的回风网，不得不说，平常这样子开篷开啊，还真的是帮助蛮大。你看我的头发几
几乎都没有被风吹过的痕迹，但我身高比较高一点。或是女生呢，开 N Spy 呢，当然也不怕说头发会被吹乱。它的低速扭力呢是20.9公斤，它的马力呢达到了184匹，0到100的加速呢，根据原厂的说法呢是6.5秒。进弯、跟子、退档、进弯，保持姿势。哦，稍微甩尾一下，真的是这个小跑车的感觉。踩刹车，退档。哦，动态表现没有话讲。但是这一次2023年是啊，原厂多了这个所谓的 KPC， 就是所谓的车身控制稳定系统。很多人一开始就会担心说，会不会让这个车电控变多了，失去原本那种小跑车的乐趣呢？但是呢，这样试起来，我能够跟你讲，还好，它只有针对所谓的像这样子过弯，车身超过了横向居力0.3G 呢，才会启动这个 KPC， 而且 KPC 呢，只有它的像这样过弯，它的内侧的轮胎呢会进行小幅度的刹车，让整台车的侧倾变少，而且呢，它有一种类似车子 LSD 那种帮助你过弯、帮助你车头指向出弯点的那种电控的感觉。果然 KPC 不会让你有任何减缓这台 MX-5 它甩尾这个动能的感觉，也就是说呢，它并没有夺走电控之下这台车的超驾乐趣。尤其呢，当你这样子稍微油门产生，当你把防滑关掉之后啊，它其实上整台车整个动态表现完全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呢， MX-5 它并没有太多的让你失去整台车最有鹈鹕味的那一种后轮驱动手排甩尾的快感，而且呢非常的能够控制，而且甚至这个 KPC 呢，它没有减缓你的传输力道，或是呢让你整台车的输出力道不会因此失去对你自己的控制之外呢，它还能够帮助你不至于侧倾。所以这个 KPC 我觉得对于整台 MX-5 它的操控或是甩尾的乐趣都是有加分的，不因为电控让整台车变成好像电脑在控制一样，这部分真的是非常赞。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Quattro 四轮驱动，真的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啊，400匹啊，51公斤的扭力啊，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最热门的新车尝鲜，哎，没有在客气的，它这个就直接甩尾了，踩油门，它直接进入甩尾模式。再踩，很灵敏。最实用的空间展示，这么拉起来不费力的。这边哇，超级深的置物空间，它的真正规矩呢是这一根。每周一周五晚间9点，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猪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比酒精啦、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